好好玩咩 ？Sorry， 林姐，我复个 message。个仓咁乱，你一句执一次啊？公司请你翻嚟做嘢噶，唔系翻嚟坐噶。养只狗仲好好养你，仲话行啦。我即刻去。入咗我间房。咩娜姐，三个月啦，三个月你先开到一张单，你仲好意思翻嚟公司嘅？对唔住啊，咩娜姐，呢排淡季啊。我唔想听藉口，我唔理你咩方法，总之如果下个月都系咁嘅业绩嘅话，唔该你执包袱走人。我会俾心机啊。咁仲唔去揾下？唉，蠢过只猪啊！喂，我而家即刻过嚟。老细，揾我啊？你自知咩事啦？你点做 COO 噶？依家四月啦，年尾都嚟啦，我哋年度计划你完成咗几多少？一半都冇。对唔住啊，我已经谂咗个新嘅改进方案噶啦。阿 Bella， 有时咧唔话大就得噶啦。咩大啊？谂头啊！我话你谂头大啊！你成日谂，你做乜谂嘢啊？总之尽快搞掂年度计划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搵人搞掂你。出去！不知所谓，成间公司都系废物。仲唔成咩咧？咦，外父大人嚟咗啊？条伯唔系，我老婆咧？佢送阿迪朗上补习社，我嚟问你，隔篱屋个陈太，佢寻日收到佢老公送架跑车俾佢，你咧？你啊，有咩送俾我个女啊？有，我今日都准备咗呢、這个，唔系 ，sorry， 系呢个爱啊，爱呢啲嘢值钱嘅咩吓？我交间公司俾你打息，你搞咁耐都仲系负债嘅，我真系明白点解我会肯将个女嫁俾你呢条废柴。唔系啊，外父大人，而家出边成个宇宙啲经济都好差。人哋个宇宙又冇问题吓、啊，你唔好以为我唔敢炒你啊！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仲唔出去煮饭俾我食？即系去，诶、欸，要唔要加葱啊？我最憎就系加葱啊！加葱啊！咁唔加啦，清清地收单。我听到噶。